大家好，我是孟老。哎呀，今天带着彪哥上天津市里来了哈。这一块应该是在那个人民日报这一块，那个说的这里有一个叫挂甲禅寺，彪哥一听必须得来逛逛。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导航，离我放车这个地方2公里，本来想开车去了，后来那个姐说的可能不太好停车，走着去。彪哥一听，哎呀，有寺庙说啥的坐不住了，非要转转去，带着彪哥逛逛天津的这个寺院。彪哥，你往这走，彪哥，你别越走越远。彪哥穿这一身，我们看着像个流氓呢。彪哥这一瞅不着，我看着贼像个流氓。我希望虚空法界的每一个众生都能听到你的名字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。不是那愚笨的人，若不能与往昔修福慧，于此正法不能闻。人生难得经已得，佛法难闻经已闻。佛告弥勒菩萨说，就算三千大千世间充满火焰，也要真也将这正法。彪哥，我想了个法，你在这里待着，我给姐安排骑电动车回去，我开车来接你，这样咱就省心走了。你行不？你就在这转，别出这个寺院就行，行不？嗯。你不那你俺骑车走，你在后边转，你转不上哟，啊？那俺骑车走，你在后边转，走得太远了，行不？这是最好的法，你在这转法，你跑你不用跑出去，我一会我开车我来接你。哎呀，想啥没想着能把表哥带天津来。上天津来逛逛挂甲寺。
的速度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。没的，我向来没有心慌过，真的。没想到能来天津哈，人家姐在俺来的前一天做了个梦，说的俺来了。是啊。嗯。我说你这梦做的也忒准了呗。动物那一天啊，动物那一天，你要去千里道了，离我们俩近啊。对，我们俩在周南好水一所。啊，是吧？那边公园呢？啊，那边公园，咱离得不远呢。啊，我离那儿近。嗯，哎呀，我还想了，我这红岗俩人穿嘛了来的？不是，我周六，我周六来的。我周六来的，周五主要是嘛呢？我们这突然间变天儿了。哦，对，突然变冷了。他在这俩冻着。嗯。我们孩子他又瘦。表哥，你在这等着吧，我开车去。啊？那不是要拉一辆车？啊？我听到有人拉一辆车。我这里走到马路那边就超过。嗯。